分数的进账很可观的。确实。哦，林晨勋这球咬得蛮结实的，在左半边。哦 ，See you later， 林晨勋敲出了一发阳春全垒打。哇，五局下半帮助龙队取得1-0的领先。哦，长打全垒打的破坏力就是这么迷人。对，让守备方完全没有守备的机会。哇，这也是他中职一军生涯的首轰啊！非常恭喜林晨勋。生涯里程碑完成了，也拿到了棒棒糖。队友非常兴奋的替他庆祝哦。比较高的进垒位置啊。哇，对右打者来说，这个声卡球已经靠近内角，比较难出棒的角度哦。哇，林晨勋还有赶在很好的位置，有很好的挥棒速度，还有。